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Innal hamdalillah nahmaduhu wa nasta'inuhu wa nastaghfiruh wa na'udzu billahi min shururi anfusina wa min sayyiati a'malina. May yahdihillahu fala mudilla lah wa man yudlil fala hadiya lah. Ashhadu an la ilaha illallah wahdahu la sharika lah wa ashhadu anna Muhammadan 'abduhu wa rasuluh. Sallallahu alaihi wa alihi wa sahbihi ajma'in. Amma ba'du. Rabbi syrah li sadri wa yassir li amri wahlul 'uqdatam min lisani yafqahu qawli. Ayyuhal mushahidun al-kiram,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亲爱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身为一名穆斯林， 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身上的责任的重大，就是对阿拉苏巴哈诺特拉的顶礼膜拜。这是人对造物主的首要任务，也是造物主对我们人类，让我们人类对造物主的一个感恩戴德的一个好机会。这是阿拉苏巴哈诺特拉给我们人类的机会，一种福利所托尼。 神秘了，阿拉苏巴哈诺特拉在古兰经里边告诫我们说：“我们合拉格图勒真的，我的应色因拉里亚布顿。”说我为主创造神类，我人类目的就是让他们敬拜我为主。所以做一个人，阿拉苏巴哈诺特拉给了我们若干若干的恩典。首先从我们自身， 然后都整个宇宙万物，为人类制服了日月星辰山川动植，一切都是为人类服务，供给我们一些佳美的食物，牛羊骆驼等等，其目的只是需要人类对造物主的一个认识和崇拜。但是在今天的全球穆斯林当中， 我们大家看到一种可怕的现象，这个主题又把它叫 Jahalatun Khatira， 可怕的愚昧，可怕的无知。我们常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不懂文化。那我们把这句话用在我们的教门上，就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没有信仰， 没有伊斯兰的知识。所以我们看到全球的穆斯林有15亿之多，但是真正的明白阿拉苏巴哈诺瓦塔尔给我们规定的公修以及我们人类的职责的人为数不多。所以阿拉在古兰经当中，在苏拉图约瑟夫，约书五章里边有一节古兰经提到说，他们 穆斯林大众，多数是在以无配主的状态之下而崇拜阿拉苏巴哈诺特拉的，都有一些举办的嫌疑。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上，世界各国的穆斯林，我们大家看看检查我以及我们身边的人，他们念清真言念得非常的标准。阿什哈多安拉伊拉哈伊拉拉， 我阿什哈德安那穆罕默德拉苏鲁拉，你让他礼拜，他也特别的标准，也知道午房拜功的时间，也知道午房拜功的名称，晨礼拜、晌礼拜、婚礼拜、烧礼拜，
还有五礼拜，他也能够用阿拉伯语把它表达 Salat al-Fajr Salat al-Zuhr Salat al-Asr Salat al-Maghrib Salat al-Isha。 他也玩纳天课，也赈济平民，也积极地响应造物主的号召，朝觐天房，也封了麦段月份的斋，也孝敬父母，也怜悯孤儿。但是他们对崇拜造物主要嫡亲以物配主举办真主的一些言语方面的错误，行为方面的错误，还有信仰方面的错误，他或多或少都在犯。就正如古兰经说的，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在以物配主的状况下崇拜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现象，有的人他武功坚守着，但是一些 Kufri 的言语、Shirk 的话他也在犯。哎呀，假如不是你，我的这条命就没了。 A'udhu billah， 求安拉富有。或者假如不是这位医生的高明的医术，我母亲的生命已经失去了。Astaghfirullah。 或者他的心里边的一些无知的想法，认为除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之外还有一些外灵、一些贤者，他们能够拯救人，能够给人驱服避祸。例如我亲眼目睹这样的一个现象，在我身边发生的人和事。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教门特别的好，他礼拜、封斋、偷天课等等这些上供的话，他什么都不落下。但是他的脖子上有一天我看到他戴着一个项链，而且里边的话有一个玉佩。我看到会说，哎，某某人，你怎么戴这个玉佩干什么？说，哎呀，这个听老人们讲，戴上一个玉佩能够防治百病。阿拉要的比勒，我说一个长守教门的人还犯出这样的一种非常低级的错误。后来跟他讲，这是一种 shirk， 有举办的嫌疑，你赶快把它摘下。他说，哎呀，不知道啊，这个是犯错误的吗？我说，因为你把你的健康托付给了这一块玉佩，那么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就让你的健康托付给这块玉佩了，那你没有托靠主。因为玉佩这个护身符绝对不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任何的安宁，除非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意欲。我还看到一位教门特别好的乡老，一位群众，他已经有五六岁了，他理了四五十年的拜了。他跟我们讲，他在从孩提时代，从懂事的时候的话，基本就开始坚持拜功，拿了哈姆杜里了。但是有一天他带着他的小外孙到理发室里去做理发，然后把他的那个小外孙的头的话弄成一个桃子形，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把它叫的寿桃、蟠桃、桃子的那个形状。哎，我说，谁怎么理发会把它理成一个寿星、寿桃，弄成一个桃子的形状？他说，哎呀，这个这是时代的潮流，
家家的小孩都要理这样的一种发型，那我跟他也没办法，那就让他理吧。总之我们不要相信就行了。那我说这是一种迷信色彩啊。所以因为安拉的使者说了，拉丁三人告诉我们 مَتَشَبَّهَ بِقَوْمٍ فَهُوَ مِنْهُمْ， 谁要是模仿一伙民族，他就是这伙民族的行列。所以太多太多了。我们还看到有这样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他们无意识的在犯了库弗尔舍尔克，他们礼拜特别虔诚，封斋也虔诚。我都有个邻居，每当开斋节来临的时候，他要带着他的家人的话到本院里边去给他的祖先亡灵做祈祷。当然游坟探望坟墓，这是安拉的使者算了拉哈林三拉玛给穆斯林留下的一件上功。As-salamu alay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um。 As-salamu alay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um。 但在特定的时间，指定特定的时间，认为这段时间很尊贵而去游望坟墓，在教门当中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专门指定在古尔班节、开斋节这样的去游望坟墓，这也教门上没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我们恰恰在这个时间我们休息了，我们想要到坟院里边走一走，给我们的祖先父母做过祈祷，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确定这样的一个时间有巴尔卡有吉庆，那没有证据。我的这位邻居在一天开斋节的时候带上了他的家人，带上了一些馒头到坟院里边去了。后来回来的时候，他们家的小孩告诉我，好，今天我爸爸带我们到坟院里边去给我爷爷念个读阿姨，念完后的话把那个馒头的话放到了这个爷爷的哈那个坟旁边。我爸爸讲我爷爷的话生前最喜欢吃馒头。阿拉伊奥德比勒，全了富有。后来我找到这样的一位好邻居，语重心长地对他讲说，你知不知道你昨天去游望坟墓所犯的严重的舍尔克的罪恶？他说不知道。我说你怎么把馒头放到了亡灵亡人的坟前？他能吃吗？他能喝吗？他说哎呀我不知道啊。他说我听到我还看到他那个有许许多多的哈那个穆斯林，他们都是这样的，然后把自己的爷爷爱吃的东西的话烹调好以后送给阿訇，让阿訇去给他念个素拉。我们说对亡人的一种想念。那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使者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有光辉的圣训在指导我们怎么做，不是非得要请位 Qari 在他的生日死忌去给他念经，一切功修要自己做。即便你用各种语言，安拉本听你的语言，你不会用阿拉伯语，那你用汉语；你不会用汉语，那你用日语；你懂什么语言就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向阿拉伯祖汉诺他的祈祷。安拉是本听的，能懂各种语言的。所以安拉的使者算了拉文斯的教导我们，有一天一位索哈巴去问安拉的使者，说安拉的使者啊，我的母亲已经归真了，
但我很想念我的母亲。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将我的心意表达给我的母亲？于是安拉斯巴哈诺他的使者就指导说，你母亲生前的姐妹、亲人、朋友，生前的好朋友还在不在？这个索哈伯说还合作的，还健在的。于是安拉的使者说了拉斯拉说，那你就为你的母亲，为他们，为你举意，为安拉斯巴哈诺我太了，把这样的一些优美的食物出上给你母亲的这些朋友、这些姊妹、亲人吧，求安拉把回赐、把舍瓦布转给你的母亲。还有一段哈迪斯，左右舍海伯去向安拉的使者请教，自己的母亲归真了，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达到纪念？然后安拉和斯巴诺的使者说：“你为麦迪娜人挖一口井吧，只要是人喝到了里边的一口水，里边的任何一滴水有益于他人或者是牲畜或者是庄稼，他的回赐都是归于你的母亲。”那这些圣训都在告诉我们，对亡人的最好的纪念就为他行那个施祭，但是没有规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或者必须要请一位高人诵经家来家里边给他诵经，这一系列的话 Allahu A'lam， 真主最知道。因为我们的先知阿拉姆的使者圣训以及他为圣的行为没有做过，我们最好远离，我们自己亲身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所以作为这个对父母的哈那个孝敬的话，最好的是在生前活动的时候。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穆斯林世界，今天出现的愚蠢的穆斯林不胜枚举，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阿拉穆斯林穆瓦拉根扎海拉。他的身份是穆斯林，但是他无知伊斯兰的教义，无知伊斯兰的知识。那么作为这样的人，我们能断他是一个穆斯林，或者把他断成一个卡菲尔、犹太主宰或者多神教徒吗？不能断。因为犯罪要取决于你是一种扎海勒无知的犯罪，还是塔克利布明知故犯的，明明知道这是真理你要把它否掉的，或者明明知道这是一种舍克你偏偏要做的这样的犯罪。所以无知而犯罪情有可原。我们说阿拉扎黑鲁马鲁伦，无知者情有可原，但是不能永远停留在这样的一种无知上，他要赶快学习，要加强学习，要加强学习经训。琢磨看在古兰经当中的一些故事，看我们的伊萨阿林斯拉姆以及穆萨阿林斯拉姆和我们的穆罕默德索拉拉林斯拉姆怎样对待他们那个时代的无知的那些信徒。伊萨阿林斯拉姆当时带着他的十二门徒在沙漠上行走，然后门徒们的话饥肠辘辘，他们是些非常泰克瓦的一些信士，是十二门徒。当时古兰经描述，他说我一直高来了哈瓦里翁亚伊塞布的玛利亚哈利亚斯泰推乌拉布克阿尤纳兹拉阿莱纳玛伊达坦米纳斯玛伊高了泰古拉哈因困顿穆米尼。他的门徒们为了对安拉苏哈诺塔拉的一种更加的确信，然后无知的说了这样的话语。就是当时伊莎的十二门徒说，麦良之子伊莎，你的羊主能不能从天上给我们降一桌宴席？然后伊莎的斯拉姆说 In t a k u
in kuntum mu'minin， 如果你们还是穆明的话，你们赶快敬畏安拉，要敬畏安拉苏巴罕的塔勒。那从这一节古兰经当中，我们看到哈瓦里乌恩伊萨阿里斯拉姆的这些门徒们的话，他们是不是没有信仰？不，他们有信仰。他们是不是对安拉苏巴罕的塔勒不信任？信任。但是他们是扎海伦比古德拉提勒，他们对安拉的全能这一个尊贵的水法子无知，他们并不是塔克雷比古德拉提勒，并不是否认安拉的全能。那两者的错误是一样，但心态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那得到阿拉和苏巴哈诺塔勒的处罚也不一样。所以门徒们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哈那个想看一看阿拉和苏巴哈诺塔勒的全能，就正如伊布拉辛阿里斯拉姆当时阿拉苏巴哈诺塔勒启示他，让他看看哈那个四座山上的那些四种不同类型的鸟的复活以后，他对阿拉苏巴哈诺塔勒提出了说，阿拉你让我看看你吧，在海拉坦让我亲眼目睹你吧。但是阿拉苏巴哈诺塔勒说你看不到我。穆萨阿里斯拉姆也同样当时在西乃山去接受塔勒特的时候，也向阿拉苏巴哈诺塔勒提出了这样的同样的问题，说想亲眼目睹阿拉苏巴哈诺塔勒，然后安拉说你看不到我，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一座西乃山。后来他看到以后，安拉的真光降世，整座山粉身碎骨，让穆萨阿里斯拉姆震昏了。瓦阿克鲁达瓦纳阿尼拉哈姆杜林拉希拉比拉拉米阿斯拉姆阿莱库瓦拉哈姆杜拉希瓦巴卡图。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أشهد أن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